这是切割机还是玩具？趣味包装 DIY 是个礼物材质，小主公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带走，看看都能做点啥。来吧，结账，拿着玩具在这了。打开，满满当当的，一样一样看。粉色丝带，甜点球，一包小工具，这是个啥？这个包装当然好看。哇塞，小贴纸也太可爱了吧！说是有200款呢。这些是带背胶的，后面是件普通 A4 纸的临时包装。好朋友任秘书是个啥？再看看，切割机拿出来，粉粉嫩嫩的，怪好看的。一朵小花花，花边胶带，还挺贴心的。刚才的丝带放栗子，打开下面的小抽屉，进去吧你。盒里还有2个盒子，不过空的。第二个也啥也没有，才个纸玩玩，我还是头次用这么高科技的玩意儿。咋用呀？研究了半天。哎呀，再来往下拉就行。别说，还挺丝滑。就是踩跑偏了。第一次没经验，这次很完美嘛。中间再踩一顿。没想到玩个纸还很解压的感觉。4张标签纸，看说明，原来有4种模式，双线是压压痕。包着纸袋，轻松拿捏，还能踩出波浪纹。不过好像不是很明显，最后一张张试样。看我给你做个好玩的。撕拉模式，以后做个盲盒小手工，岂不是很方便？看看这个友谊任命书是啥。开始制作。装扮的漂亮一点。搞定，打包。再来一份友谊兑换券。封口。再来点小零食。爆米花。巧克力。美食承诺券。全都装好。闺蜜收到一定会开心吧。真不错，又是好玩的一天。快看，叶如丽门口大明在演节目啊。我天，白光莹、月公主、阴沉、海公主，你太美了吧。看这个人物够全，他们应该是在等待自己的主人吧。好像动画片里面的娃娃店，一面墙的宝石盒子，这简直就是叶罗丽粉丝的天堂。又发现罗丽白光莹太多了，还有拼盲版的，这么多宝石戒指，真想要。因为这是在玩具展，纸展览不售卖，所以只能看看。每一组都可可爱爱的。哇，好想住进去啊！下面还有更可爱的。看吧，摆台，太美了吧！最后小哥哥赠我一个纸袋，肯定很多小朋友羡慕你。发现好多美食球，哇塞，种类这么多，真想玩。里面还有娃娃，真好看。旁边更多，上面是娃娃之家，桌上有下午茶，这几个娃娃太酷了。哼，还有一个生病的，在输液呢，都是我没玩过的，再去里面看看。不是吧，这么多 KT 豪华大别墅也是我喜欢的，露营车也喜欢，这个冰箱也想要，对面还有男孩子的对战玩具。哎，之前我和大虫玩过。对了，找他去，可乐哥哥和大虫在领主办方送的小礼物，一只小羊驼，一盒拼图，还有一件衣服呢。我也有一份，真不错呀，明天我还来。
没想到能见到这么大的爱心门口，这么多人是要去哪儿？原来是上海 CDE 玩具展，进门还得安检，好严谨呀！检票完还需要再坐一段小车，我们就能到玩具展了。园区可真大，准备下车，我要逛展了，快看，是乐高，过去看看。奥迪 RS 大越野，地板超级高，齐天大圣，手举金箍棒，太霸气了！还有一个超大号的，这得拼多久？再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卡游，人也超级多，种种一面墙的稀有卡，这得收集多久？第一次见这么多系列，叶罗丽每一张都想要。对了，听说好朋友萌萌英斯也来了，走，我们去找他。Hello， 终于见到本人了。闪闪的小哥哥，他说要带我去找更好玩的。走，小姐姐，这是什么造型？我天，空气战斧真的能响，太神奇了吧！太帅了，女孩打架子鼓太帅了。走，第一次见这样的娃娃，需要组装。旁边的小鞋子一双比一双精致，好想要。但这次展会只展览不出售，所以只能看看。还有超多好玩的，放到明天视频啦。记得来看，前几天拆叶罗丽十周年，有集美说这张 SP 卡十分珍贵，我还想要更多 SP 卡。走，找到十周年了，上次就是在这儿买的，这次买两盒。老板，结账，拿着卡片到家了，包装磨死了，看看有啥好卡。N 卡，有好卡 ，UR 玉王林辉，可惜我有了，再来一包。UR 富江，又是我有的，一下拆两包。SSR 白观音七月，胳膊上的纹路好酷啊！正义来着，我没有的。SSR 高腿皮变身，哎，014齐娜变身。上次有姐妹说这是张做满卡，很有收藏价值，我可得放好，继续寻找 SP。大多都是 N 卡，好一点的就是 SSR。我喜欢的漫画卡，蛋黄石我也摘到过了。UR 金孔雀，有没有觉得他的脸特别像个明星？毒娘娘，漫画卡就是好啊！放卡册里，凑齐九位了，继续寻找更多好卡。SSR 研究蝙蝠 ，SSR 文签变身，全都看完了，另外半盒也都出来。SSR 王梦婚纱像是拼图卡， SSR 庞尊 OR 人鱼公主最好的卡了。不过这一张我之前有过了，保佑我中更多 OR。 挫败奇男又一张， UR 岩爵无时无刻都在喝渣， UR 白光一新素白，出了这么多好卡，第二盒说不定更好，全都出来，时间公主保佑我。又一张 UR 欲望灵魂 SP 卡在哪里？ SSR 茉莉舞蹈服高台名变身重复了呀， SSR 茉莉舞蹈服来了来了，灵公主 SP 卡，黑色金装的，听说特别稀有，世界公主果然有用，装到卡膜里，让两位仙子继续保佑我出更多好卡。 UR 金孔雀， SSR 火灵主， SSR 秦公主，超喜欢他。不是吧，欧阿奇娜，这盒太给力了，也装到感魔里，看看还有没有。月儿菲林黑化，月儿梦公主，运气太好了，都是没有的。月儿颜值 SSR 孔雀舞蹈服，这也太多好看了吧，最喜欢这两张，剩下的也喜欢，腾腾装到感魔里，真不错，又是完美的一天。